干我有什么事啊？哦，李洛有没有找过你啊？哎呀，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来找我呢？哎，他又出现了。嗯，他真的出现了？没错。嗯，哎，会不会去找他前妻了？找他前妻？嗯，有可能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啊，真的有可能会去找他前妻哦。有消息告诉我。嗯。把宝图交出来，你就是鲨鱼仔。哼，李龙，马上把宝图交给我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要你的命。好啊，能。 这边，这你们跟我来，快点！
怎么就是你？！抓到了吗？带走。是。走。走了。